你看不到我，你好像带了内裤哎。董哥开的比贾斯汀厉害哎，真的哎，哎，打出打出事了。请问金款住谁家？这次住台中了，又来到台中，对，随时看得到摩天轮在转，太屌了！天哪，这次又来到力宝，而且上一次我们还有，力宝还有赛车场，这次又跟你聊力宝赛车场外面又加了一圈房车的赛车场，又更大了，又加了，是国际级的，我还没有来开过，还没来开过。我们这一次的来宾，也很厉害，来到台中就要找他，到底是谁？真的真的，让我们欢迎台中的地头龙，地头龙，董哥。耶！好想你哦，好想你哦！其实最错误的示范群聚。好，这次来到了台中啊，我们还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每个都做了一个。是。PCR 也好，做快筛也好，阳性的这个快筛哦，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，就一定知道是要，它是这样的，我插到脑袋里面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眼脑都快受伤了，你插到你眼脑去了，他那个那么长，我想不要浪费，你的病比COVID-19还严重，而且一直搓搓搓，你会怎样？好多都是阴性嘛，没有阳，没有阳性的吧？这就是证明而已，不错。还有谁？对，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力宝里面，这里刚好有一个叫地头凤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地头凤为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任务在地瓜凤。地瓜凤，开始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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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适合全年龄，从还没有出生就是怀孕的妈妈，一直呢到80岁的阿嬷。这次来到台中，我们要逛遍整个台中，因为台中这一次有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。哦，对，听说好厉害。这是2021年的台中购物节。哇哦，哇哦，只要消费满这样子哦。这样是多少？这什么？这个五百块，既要狗八块，五百块。500块，全家算10块也算。我觉得就是台中政府想要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跟观光客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外国人可能就可以啊，外国人有机会啊，你有多一点点手续，有健保卡吗？有健保卡，有健保，你有健保了，有永久居留证。太棒了，因为有健保卡就可以了。太棒了，我们有这个地头凤，我们的阿宝姐带着我们到这个力宝逛力宝玩力宝，是会非常非常那是你的福气啊，福气福气，真的真的是住还要买，哎呦，漂亮漂亮。那现在呢，重点来了，哎，还是一样老规矩，我们要分组，分组啊，还是你来帮我们分。第一关就是那个香滚大赛，好像你们有挑战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挑战。阿宝姐帮我们分好了，不要说我们每次都是自己私底下作业，是你做。你是冯青啊，好不好？直接切开来这个摩西分红，你是摩西就对了，分红海，把红海分开，右边，这样就直接走啊，直接走啊。哦，就是阿三你哦，阿三你这样子，我就跟丁丁了，然后你就跟五羊了，我跟杨洋，可以啊。哦，我们从哪开始玩？就往我的左手边一起来逛，全台湾最便宜的Outlet力宝Outlet Mall， Let's go， go， 耶！你很适合到东森购物台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又台，又台。
进来到这个梦，这梦蛮大的耶，是是是，真的。有没有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？感觉是到了意大利啊。哎呦，有，因为人生高不错不错。对，很久没有来，他们很久没回家了啊。全台湾最漂亮的 Outlet 就是这里。哇，这有异国风情。我看到手上就准备要让我们来买。哎，来到我们力宝 Outlet Mall， 力宝 Outlet 度假区有没有？纾困金，纾困金啊。应该是说呢，我们有购物金。你看，哎，好，台中政府多这样子，玩乐买，通通都可以。哎呦，可以啊，那不好意思，八八八。那你先给我5000块，好不好？5000块，里面呢是一人是几千块啦，还有一人1000块，但是呢才1000块，哎，你想，你们两个就2000啦，你也是2000的，你想哈。光500块就可以参加抽奖，对，我1000块可以参加2次，对，没错，参加4次了，就买500块钱下载 APP 就可以来抽，然后就抽到房子，力宝豪宅，而且这个豪宅呢是在我们的台中市中心哦，哎呦，超好，交通超方便，也是一个文教区，抽到之后立马把它转手卖掉，就赚好几百万的嘛，哎，你好聪明啊，生意，好了，那事不宜迟，走，我们就去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玩，玩乐。通通都可以，好，而且通通都要执行到，就是观赏，玩乐要，玩乐也要，还有买，等，然后要看谁的心意，就是1000块，你们两个就2000的啦，好，剩下钱最多，然后呢又物超所值的，花的钱最少，剩下钱最多，物超所值，然后买的东西最高，懂了，赶快啊，用你的脸。事不宜迟，只有卖老脸了啊，或者赶快跟贵哥贵姐商量一下，或者又偷又抢了，偷拐抢骗，不行这样子，不行这样，不能违法了，不然偷拐抢骗不行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他们俩一组，我们俩一组啊，对，一样，走，出发，上面 ，go， 出发。吃喝玩乐买，我们就直接从吃喝，我们照着顺序来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买呢一定是会花最多钱。是的，你吃喝，我跟你讲，1000块你还可以找到好吃的东西。啊，对，还有美食，就在美食当前300席座位，你觉得我们要从哪里？人生啊，地不熟的，我也很不熟。你要讲啊，路就在嘴巴上面，就两个。哎，你好，你不要走进去啊。这个是怎么样？我第一次走进去百货公司，他们就消失不见了。我们看像色狼的样子吗？穿泳装啊？要出来吗？我们看这个墨里面啊，还有什么吃的？喝的就这边有一点，就是在外围。那玩乐呢？玩乐汤姆熊猫上。我们来去转汤姆熊啊，合适吗？哎哦，这边看看，啊，新野肉锅啊 ，hot pot， 哇 ，hot pot hot pot， 它表现很不错哎，哇塞，哎，你看，生本趁现在，哇，哎不错，哎，餐厅内用管理，哇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我们这边的消费是4685288，我会花掉我一半的钱。可是我们是加起来的，说不定这个是两个人的，是吗？算人头的。哦，算人头的。对。下次再来高官你。谢谢。吃。我们是要点菜。日本料，我跟你讲，日本料理，日本寿司有没有一块一个才20块那种吗？我们怎么能不能买一个20块啊？对，搞不好可以啊。好吧，试试看。赚到了，哇！来，欢迎来下一马水，欢迎来两个人，确定，坐，248，哦，这个比较能够自己掌握数字，真的，自己掌握买多少，哎呀，这个就一个的、啊。你这是看很划算的，黄胜，那我要鳗鱼，卖一个，点餐，那我是国语的，这两片的60块，你要这个？这个是比较便宜，你要哪一个嘛？所有最便宜啊！哎，还有汤，还有汤，哇，你要什么肉？40块，我喜欢这个，40块，这是我说的那个海带，两碗，好了，我们点好，那就可以了，1碗40块，我才花100块，一起来享受我们的休息，お願いします。餐具哦，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哦，好高级哦，谢谢。而且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啊，学生啊吃这种类似回转寿之类的、啊，我都会跟他讲，那个姜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盘？还一盘吗？对，他们要收账了。我光吃姜就可以吃到饱。你们好像没有
省钱大作战的年轻人哦。哎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哎，有一种青春学生 feel 哎。请拍照。哎，すご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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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え、チーズチーズ。嗯嗯嗯。哦，すごい。嗯。ずっとすごい。嗯。那我们这边买口罩啊！哎，口罩现在很值钱呢，任选两盒，特价500而已，把这列为好好放在脑袋里面。放脑袋里面。哦，来试着，就没办法买这种。哦，这个感觉好好喝哎！牛杂面、鳄鱼皮、龙虾汤，好吃吗？还不错哈。还是要还是烤肉400要不要？不要，200，才200多啊！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就好吃啊！我们两个就点一个就好了，感觉可以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啊，干不起来，干不起来！还是阿米达，还是阿谢？还是阿米达，那么单？这个嘛，朝鲜吧？这个，哎，你好，请问啊，有什么比较快的啊？我们可以比较快的话是这两个。铁香还是烧肉？哦，五花肉好了。好，可以。我也在看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俩吃一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加240哦。好的。旁边载具要不要好？你看系统有没有什么董事成优惠？没有没有，就帮你打开。那那个杯子可以，杯子喝到饱了，对？杯子喝到饱。今天给你喝到饱，明天正常喝。怎么吃喝就可以了吧？哇，这一两个杯子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你。真的很像韩式烤肉哎，没有骗你，好漂亮，它还在吃着，还在。才花了我们240块。对，哎，219，我们还要打折哎，没有九折哎，嗯，你九折。嗯嗯，好啊，加一点泡菜，运气。嗯嗯嗯，脆脆的泡菜，哎，不是哦。韩国朋友，嗯，欢迎阿米达啦！我跟你讲，我们美国人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？呦呦呦，哎呦 man， 呦 man， 韩国人怎么打招呼吗？韩国人还 say 呦呦呦，韩国人还 say 呦呦呦，马西西哦，马西达，这好吃的是马西西哦，啊，马西索 ，yes， 好，嗨，你们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两个呢，想要买两杯咖啡，快吗？两杯冰美，冰美外带，谢谢谢谢。200，都比你还贵啊！来，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哦，不错喽，大哥，冰冻冰冻，这算喝了吧？对，啊，有的吃的有的喝的，不错。祝福，嗯，哎，这真的可以教你们这样省钱。我现在这样吃饱了，而且又健康，真的健康，低卡路里，低卡路里，低淀粉，高蛋白，高蛋白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黑咖啡零卡路里，又可以帮助代谢，帮助代谢，提升精神。我们是健康组，够，哇，好，最后两块，嗯。哥，你们输定了吧？干嘛？你们吃这样吗？对啊，我们可乐喝了8杯，摄影师都喝到，工作人全部都喝到了。为什么要喝8杯？我一直去挤啊，反正它不限定啊。你说我们两个吃什么？我们两个一人吃一个寿司而已。对，一个很便宜啊。我们比谁省钱？对啊，好便宜。我们吃的超多，超多的韩国烧肉哎，配饭，然后还有 kimchi。这样才200块。对，对，你看还有续杯哎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吃的比他贵啊？就是啊，你们寿司吃的又少，多少钱？200。你是我跟你讲，喝了8杯啊，吃日本料理就高级，对，高级怎么样？我们要去玩乐了，拜拜，好好好，加油，好，好，
那我们有这个百家请啊。他们这样才花200块，真的太扯了。我觉得我已经很会算了耶。哦，对，怎么可能我们两个像笨蛋呢？我们现在已经输了，我们要认真哎，真的。我现在已经慌了，在哪里？这边的层楼，这边的三楼，走走走走走。哦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助学家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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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